来来，给你，嗯，我很逗，我很逗。就你我知道看你他要是做什零么滴吗？血，我提了钱要买牛排。我看他好，零滴我刚血，也可提他了没有钱。死。你打他一下就，没有，我看他。好了，努力杀了。哦，还是那这啊！我靠！二零这有强制锁定困难模式吗？已经是困难了。已经困难，还是只是暂时？应该是现在的阶段，他不会死。嗯，谁？嗯？哦，他有在吃肉啦！哦，骗子！哦，每个人都是零滴血哦。嗯，蛮好吃的。等他受伤的时候就会更新了。我就知道，我知道。骗。换每个人去摸一下仙人掌啊！小恐龙，就找血量了。酱油牛杖来吃。那我有没有吃过恐龙肉？烧往下。我今天武器是不是应该要附一些燃烧的？对，燃烧火焰那种还蛮强。燃烧火焰，对啊。不行了，怎么了？肉给的太慢了。啊！救我哇！我说救我哇！先把这给你。嗯，哦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好了。来，给你肉肉，香喷喷，香喷喷。太好，太好。有人摔死了。他可能是借由死掉复活来补那个饱食度。对。但他没有想过，他死掉复活还是一样很饿啊。只是他补满了对，暂时的补满。我暂时补八个鸡腿哦，十个鸡腿。我要当满一走。100秒就饿光了。超快、欸。每十秒一个鸡腿就没了。觉得吃的东西真的有差啦，减比较慢了。所以你的意思说你想要加倍是不是？没有，不用，每五秒消失一个鸡腿。再加什么？越饿越快啊！鸡腿怎么都不见了？我还能吃。我觉得我还有点饿。我还有。然后你就3秒扣3根。超可怕！还看到大家打架都在吃东西。等一下，等等，我吃个东西。哎、欸，中间快要600秒了。啊！想去，找不到路。吃饱的死去。很会挖、哦，小雨。上去都堵路啊！会挖，哇、哦！真的很会挖哎、欸。会挖，给你啦，给你啊，要吗？耶！好，二零零怎么有金砖？我要收一点，没有金砖。哇！会挖。可以，我等下去升奴隶。奴隶已经满了，哦，满了吗？好了，可以，你可以升我。你需要吃点吗？我有了。会超毒。我去中间。你可以升保险柜，可以。哦！干什么？他们家的狗会开台，他要开直播了。他们家的狗要开台了，他们家的狗会抢观众。幺幺幺！我家的狗比我还红啊！等一下，楼梯去哪了？我的楼梯。楼梯。老推。嘿，你快饿死了，小恐龙，你要不要肉啊？给你啊。人真好，哎、欸，小雨真的很会挖哎、欸，很会耶！中间要抢钱了，中间要抢钱了，看到地上有钱呢、啊，捡太赞！我是木剑，为什么我是桃木剑？你要结婚了？你生出宝宝了？你把宝宝丢在路上了？我的宝宝去哪了？在外面。他怎么在外面？我不能给他。嘿，我的宝宝。至少我的牛排也不能给他。你是说你的包包还是你的宝宝？我的包包，你的宝宝，啊，宝宝嘞，牛排想要把它吃掉？哎、欸，没有，可惜可惜，没有，没看到他。怎么了？我有生出小孩，我的小孩呢？小孩在家，有啊，小屁孩。哎、在技能书上的那个，看到他了，小屁孩，你家小孩长这样啊？可以给你家小孩武器，他会捡吗？哇，酱油，牛肉，
有，你在哪？你后面。哇，他不捡了。我要跟人家打架，东西喷了，可是肉也不见了。给他一堆东西。啊！光，小恐龙，把他打一次。哦呦呦，你刚小屁孩摇护主。有，小屁孩有用，敢打我吧？打死我了！金砖哦，矿下留人。因为你赶快那个技能要买哦。好，等一下。我先买一个。要买吗？我来了，我来买东西啊。等一下哦。无敌在哪？又来了。好好，你买。无敌。天眼。哎，对方两个哦，在技能书附近哦。有看到 ，OK， 有盾牌，谁火了一下？哇，你怎么那么痛啊？我力量啊，揍爆他！等一下啊、哦，要跑啊！哈，50，没事，你这全部都解决了，好，一个力量砍爆他们。我看一下顺义，送牛排来的、啊，顺义有了，最后再来一个。天眼还差5块钱。天眼，满星，你都还很裸哎、欸。我正常发挥呢。正常发挥。正常发挥。正常的赤裸。二零。啊！你饿了吗？被杀要说话。发光啊！打二零。要啊！被打了那一刻就。就。来得及啊！我帮你。哎、欸，我来了！好饿啊！哎呦，不怕不怕，有肉有肉，掉牛排，不怕，能怕，其实没有很饿嘛，还行，啊、因为刚刚有那个杀人奖励啊，我记得杀人奖励是杀人会补宝石度，把对方给吃掉，哇哦，这么凶残、啊，有。这次对面比较 peace 一点，嗯，来乱过几次之后就乖了。哎、欸，家里有人。哎、欸，星光、欸、小雨、小雨，小雨记得去买东西哦。为什么？小雨，你的技能有买好吗？没有。赶快去买啊！买。钱交给我玩的好，钱交给我玩的好。刚刚没钱怎么买啊？哎、欸，我刚刚都给你那么多钱了，你有80啊？没钱啦、啊，我买书柜啊。无敌只要40啊！对面三个来了，好，四个，小心哦，四个，一堆，太多了吧，上不去啊、哦。我先上，都在家里面，在家里面好多。你接过，我先上了。家里怎么这么多了？这么热闹？哎呀，六，死了一个，哎、欸，太多了，抢个六面，很多，小心哦，我回不了家啦，哎，有点多汁，没了，回回来，赶快，打完，赶快买，保护光，往从其他路回家，又来了，直接破洞给堵住，又来，在哪里？门口，一个爬上去，一个爬上去了。二楼是吗？刚夸他们乖乖，然后马上就破功了，他们马上就坏坏了。对啊，大举入侵了。二楼书柜，呜，要死了！哇，可是一楼也很多。我跑了，没事，我活下来了。给我干掉。Nice。有人，我需要盾牌，二楼刚好有人，我买个盾牌。哎。哎，走啊！可以，二一。没事，饿啊，好饿啊！啊，15块，还差5块，把那洞都堵住，都堵住。这里，你够球。嗯。嗯。哎呦，暂且和平，没有啦，哪来和平啊？我们这里国王旁边啊二楼有人吗？我在守长板坡啊，3个4个啊，交给你了，哎、欸，炸弹哦，听到了，轰、
哎呦，我们的帐篷，帐篷，我们帐篷有人。怎么啊？他们矿工搞帐篷。所以需要那个吗？他们是用炸的还是用挖的？炸的。炸的话放箱子也没什么用。哎呦，小子啊，先来。哦，好多人哦，跑哦。五下就对了。死笑，没钱了。抱歉，抱歉。等一下，这里。有人跑进家里面了，进家里了。好。好。二楼，上二楼。等 C 等。哦，全部关注，没事。摇、啊，还可以吗？不行，我们要交战。我下了二楼阻止，二楼阻止。好。好。可是我们帐篷一直被炸哦。嗯。快啦，他们一直四个，你们加油，我尽量。哎呦呀！哎呦，超多人来了，来了，人来了。这里划掉。把民蒙。民蒙。对。好。把民蒙。这样。哦，又爆炸了，又爆炸了。是，我在想说。国王你行不行？国王小心哦、喔，国王太无敌了。你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他在外面吧。农田旁边。农田旁边。来了。你国王要不要先退？好，我要退了。加油！你出来打架！你有在打架？我在打架。哎，真痛苦。来雷神一下啊！还跑，还想跑？等一下，这书柜也太高级了吧！哎，他快死了！有你后面一只，还有点小卡。我瞎了！不对了！没有，你杀完一个人之后会下一阵子。哎，哦，终于！快跑！有人进家里，有人去家里了。路上手榴弹可以捡，我先捡手榴弹。好，你先捡。哎、欸，小伟，你看这个书柜、哎、太高级了，太多了吧，好多人。哎，啊，跑进家了，好，对，买太多，你可以先放在那个保存箱那边。不小心买太多，你也不用全部都先放、啊。对啊。哎呦，打他，有基础装的也可以先去打。走开！我在格挡他，哈！走开！可以，吼、哦，好多人啊、哦，打不完啊！哦，又个在二楼，又个在二楼！哇，我的天哪，他们是蟑螂啊！很喜欢自己弄二楼啊！嗯，是不是被炸光了？要动手！不是，还想跑，再跑！各种蹦蹦蹦，他下去了。闪电一，闪电，闪电，好忙，忙去，努力多喷一点。第一天要过了。Hello， 暂且的和平时刻。我们的帐篷一直被拆，闹鬼啊！赚点钱付我，没钱付我。嗯，暂时结束。啊，结束了。我说可以偷附魔吗？可以。附魔呢？哦，附魔应该可以。那不行。哦，不行。哇，我连掉经验品都不行。哎、欸，可以。可以了，经验品。好饿啊！我还是确定了，那边还没。等一下，好想。等一下可以去抢一下中间。啊，暂且把装备弄起来，好，打回去。我要弄装备了，嗯，我也要用装备，钱全部拿去弄装备。红队准备，他们外面很多人啊，烦，嗯，很多人出来进攻 ，Go go，
买东西，逛百货公司啊，逛多久？爬过来啊，他能买东西？嗯，有钱可以买啊，有钱可以买啊。哎、哦欸，他们在门口偷了一只苦力跑，小心一点。有一只闪电骑在我们家、哦。小雨，哎、欸，睡哦，你这样结婚，你有抗性？好。亮不漂亮？等一下，先。买啥？弄个装备，弄个装备。我九宝山。等一下。攻掉了，你攻掉了。嗯。就晚饭怎么了？打雷啦！我打的。想说应该蛮好用的。啊、哦。他打雷现在只打一个人，所以。哦，是打一个人。对。哇，要开炸了、欸！我们家门口一直又开始炸了。没事没事。他们炸进来了，那个附魔被炸了。哇。哦。哇，都没了。书柜没了，哎，哎，有人来了，哎，有人来了，我啊，想说我30等可以付火焰弓，够不急啊，够不急，对啊，本来都不急，哇，这是本季给的吗？强力式火焰啊，有没有啊？不要掉下去。还在赌，我看到他很开心的想要去附魔，最后摔死了。不是，我想要去把后面的洞捂起来，想不到脚下也有个洞。那地板还在维修中啊，我慢来啊。Yes. 好饿，有挖掘的声音呢？没有没有，我把外面堵起来。好。哇，小雨离婚了，跟你离婚了，嗯，哇，我不想跟你在一起，没关系，他给我他给我200多块，哇，你可以再买书柜了，我可以买书柜了，没事没事，我把桥炸了，他们过不来了，好，没那么好过来了，上面缺多少？帅，好像剩两个吧，二三四五六六，缺九。宝物二需要16等，16等。你有青金石？青金石还有这里，趁他还没读好。急退一就急退一。嗯，水中呼吸爆炸保护还可以了，先这样。快哦，要来了，我撑不住了。好，没关系。我来陪你啦，凡凡。这里，节制克星耐久，退我不要，不是很好。小步兵弓箭有。怎么又是节制克星啊？满满的节制克星。睫毛。